这两个也是老对手，然后又老趴了，真的是来。我们这一局是由俊男信义的教练俊男哥对上我们的国手选拔了有第三名的魏志宇，然后这次奖品是我敏宽跟我们的帝蛙，对，台湾的那个青蛙。那我问你，对，来，这是由来俊男哥开球先发喽。两个像山的男人、啊。对啊，两个是那个死变态的那种超级男人啊。来啊，看他们两个怎么打哦。讲死变态有什么猥亵的感觉？哇塞！哇塞！第一球就是那么变态。我是说，是不是变态吗？第一球就往那个角落塞进去。嗯。这两个应该也是在练习的时候也是 partner 吧？对，这两。这是信义的朋友哦，好球哦，可以哦，可以哦。至于最近这几年也是练得很勤哦，他也是进步很多，有进步，有进步哦，有啊，好球，哇，哎呦，他本身也是体能狂人，对，他是体能王，真的真的，他感觉可以一直狂练体能，不练球的那种。他就是想要练体能，不想练球。就是要自虐。对，我打球就是为了体能。对，好球。哦呦，个 shot， 机会。哇哦！哇，俊男哥这球喷出来，被志宇抓了一个 strike。嗯。啊，我们这次的裁判是 Tina， 我们的台湾一姐。台湾的上代上一代女神，你也没说我爸上一代女神呢、啊。他现在也是这一代女神啊，是吗？哇，还打一些奇奇怪怪的球，俊男哥最会打这种奇奇怪怪的球。好球，算好了，算好了，就等你来了。你还给我送过来？对，还送那么准，伸手就打，哎呦。哇哇，俊男的绝招啊！对，他也蛮喜欢玩前场，我觉得都是前场，对啊，打轮这很难、哦。你看又来了，哎呦，看看又来，哎呦哎呦哎呦，刚讲完，你看又来了，刚讲完感觉好像他们可以打前场，对对对，三小时，这两个就一直在前面玩前场，不用后场，就发球而已。打远了，马上又想要，只是没进。但他们两个太熟悉彼此的球路了，感觉好像人家出手我就已經在那邊等了，对，他出手我就知道你要干嘛了。男人就在前面等了，然后 RQ 哇戏，就看看谁品质打比较好，没了。啊、好，我们这样子结束。好，哇，喷出来了，现在是比七七比七。很快、欸，哎、欸，不对不对 ，six 哦，哦六比六，有没有注意听？有没有注意听？對對對哦、啊，有救到哎，救到了救到了，有裁判的眼睛 ，it's good it's good， 是雪亮的，对对对，这个没关系，你们也没听到，没关系，他最后哔，对对对对对对，哔消音，能不能现在左边？就是。这两个救球能力，你跟文玲一样，是属于那种非人等级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死的球，其实他们都救到了。所以裁判就裁判就啊，应该是啊，那个就丢掉。哦哟、哎！最后南哥还是要靠一个脏脏的球，把这分拿下来。打球没有人不脏的，难免了、啊，难免，难免，不小心的，不小心的。哎呦，隔壁是 boss， 不要刻意叫，哎呦，真的是，哎呦，哇，来当，哎、欸，这球当了，哇，这个魏神打这个，我有出乎我意料之外，对，我也觉得蛮妙的，只是好像我怕他打不到，在我们外面看，哎、欸，你是怕他打不到，对不对？哇，我想说，要礼让长辈，就是要喂一下，要喂球，要喂球。整个今天的球运也不错哦，好多球都是直接 nick 的那种。对，真的蛮多。哎呦，你看又来了。这个球，哇，有没有救到？有了，哇，这个点太棒了，你看就没啦，是不是就没了？早点来嘛。不早点来。对啊。
哎，我们现在比赛拖那么久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呦，这个直线好。直线哦。啊，这有点太高了。哇，他的招牌，你只要站在那边停着，你就不知道他要干嘛了。就算我知道，不，就算他知道，可能他还是救不到。对啊，也救不到了。大概是文林跟 James 可以救得到吧。哦。哎呦，差一点。我发现他们其实蛮爱打 boss 的，好多好多，今天是 boss game， 是不是？你也有看到那个？哎 ，boss， 哇，好球！这球不是那 Nick 出来，然后也要 boss， 哎，这个感觉，今天是 boss game， 但那个 boss 真的超准的，哎呦，看是不是又 boss？就是后场也要 boss， 前场也要 boss， 就是要 boss， 阶级要 boss。是不是因为他们平常 你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平常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多，就是可能平常大家都拉直线哦，然后比赛是哎、欸，我想要变一点不一样，就大家狂用 boss， 因为用变的，对，大家都一直变，对 对，因为可能平常都拉直线嘛。哦呦，又 boss， 今天是讲 who boss 啊，boss 回敬，对，人家这种那种第十还第十七那种感觉，想当老板吗？想当 boss， 哦，你看，哦呦，你看又 boss。12-12，哇塞，打到12-12耶，哇塞，很难打哦，硬了硬，超硬超硬。打 boss 真以后变 boss， 好硬。我有 boss，、哦、又来，有看到哎，好球，哇！啊，落地了，落地了，先落地了。那现在的反手掰的 boss 真的也是蛮恶心的。对他们两个都蛮恶心的，对啊。可是俊男的反派 boss 是真的恶心，真的很恶心哦，真的恶心啊！魏神是体能很心，体能很就是超会救的，跟我一样超会救。哎呦，14-12，哇！第一局由我们的俊男象山的男人拿下第一局，虽然两个都是象山的，是，但他是代表，对，他是九五峰嘛，九五峰的代表。还是要跟我讲说他打球都不累啊，他感觉现在我说这个打球都不累啊，不累啊，就是哪会累，轻松的，舒适的，你看，一直哈气，这个，这太常打，你知道吗？是哈，我感觉我第一年就开始跟他们打，现在我很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打。对，打到现在很多人。第一局打完两个啊，他说连汗都还没流到。哎呦，哇，他好治愈，还没流汗呢。好，第二局。好，我们第二局由俊男哥先发。我五分后再走啊，看会不会打到第三局。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有啊。要看情况，要看。对，我觉得至于。其实第一局的时候，对第一局的时候，其实两个比分就本来就很近，超近一点，可是感觉他们两个都不累，对，他们两个就是一直 boss。哎呦，有，差一点又近。那至于体力还是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对，一定的，一定，比较好一点。笑脸狼，傲笑脸。他到现在也是好像，哎，还没喘呢，好球。被吸到了，对，俊男哥 testy 了，没办法 ，boss 都一定要做 testy 啊，对，好球，拿下，有，这局感觉魏神开始，魏神要发威了，一定要把这局拿下来，哎呀，怎么感觉反而都是俊男，觉得他这一局开始直线变多了，球速也加压了，然后巨人哥的 boss 就开始往下降了。对，失误就变低了。哦呦，就到了 boss， 是不是？你快我一点，对我比较快，我比较快一点。One time， 这大家都知道了。我猜他下球是发球。我觉得他是会反手啊，猜错了啊。哇，哎呀 ，outside 了，这球太用力。这球太弹了，这球真的太弹，是吗？超弹的，我感觉要弹到我头上了。要 boss 了，哎呦，贴，哎呀，可以胯下运球啊！对，妥妥的错啊！7-1呀！哎呦，感觉7-1过很快，哎，很快。要 boss 吗？我没有。哎呦，这球变了，哇，好小啊！哎呦，有道哎。
有到，只是差点戳，差没有戳进。戳什么戳？戳出戳不出去。球，我的 boss 在 boss 吗？没有。感觉比较少 boss 哦。对，开始直线了。直线比较多喽。所以前面一局是在玩。前面第一局是在 boss 的 game。哇，好凶！哎呦，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陈志宇应该也看出来他猜到了，感觉是一定对，对，他觉得他要再来，只是没有打好而已。哎呦 ，boss！ 哎呦，哎呦，很难得他竟然打高掉，哦，又 boss！ 啊！我别人三比二。我觉得 boss 很累，对方一直打 boss， 你往前冲都超累的。对。然后过去还要怕被他解烦。对啊，虽然我都解的那位。又 boss， 四比八，哎呦，四比八，比分近一点，让人家刺激一点。哦呦，哎呀，哦呦，哇，哎呦，卫神这个腰啊 ，Q， 哦，哦呦，哦呦，感觉哇，这球嘞，哇塞！这球为什么要救到？哎，天哪！哎，不止救到，救得很好。对，救得很好。不是救到就算了。我好累啊！哎呦！哎呦，去南，感觉要拼第三局了。南哥这一局好像要疯掉了。是说已经四比三吗？有四比三，七个 game 点。哎呦！好，现在卫神来再玩几球啊？他一定想要一球制胜。他想要帅、欸，没有，哎靠！结果结果自杀，自杀，原来还是要点金的哥自杀。第二局魏志宇领先，哎，不对，第二局魏志宇拿下，比数是。现在比数多少？讲到乱了，比数。现在比数一比一嘛 ，OK OK， 没有，我们有第三局可以看哦，不错不错不错。对，然后自己对自己还融入那个情境里面，我觉得超厉害。来加一加九，第三局开始了，第三局开始了，现在变直播，我现在直播，哎呦，商品拿出来，商品，商品拿商品，第三局由志宇先发，哎呦，哎呦，竟然这个反手的那个 low Q 好恐怖哦，一比零，就是要打十七听啊，哎呀，你想要学一下，哎呦，失误率有点高。对，而且才短短不到两分钟，机会哇，好球、哦！有把握，有把握。都打到第三局了，两个都还没流汗是怎样？对啊，他们是这样。对啊，是怎样？是没有汗腺的是吧？啊，他们好球，顺便有去开刀，真的是把他开刀把汗腺拿掉是吧？但会臭在某个地方啊，就一次尿完。现在比数来到二比二，哇，两个还是很刺激哦。哎呦，感觉两个是真的有在拼了。有有有，开始有一些。哎呦，我觉得直接好球，好球，这个直线平真好。三比二。哎呦，可惜了，这个 boss。这 boss 打进了，居然也跑到了。对啊，我也觉得他上去了。对，他已经看出来，他只剩下 boss 可以走了。是被迫。对。我是能选择的。这是 boss。好的高调，一个高调，好漂亮，好球，好球，这个高调。高调。好恶心啊。天哪，像是球出来，对，可惜了。结了，哇，好球！后面要 boss 吗？没有。要 boss 吗？第三局开始之后，直线变多了。对对对，没有那么随便的 boss。对对对哦，只有随便的就比较少。随便，人家很认真，也是没切好而已。切好就很小。对对对，切好就很小啦。那你是 touch 而已。对，好球。哎呦，加速了，两个加速。哎呦，这头有危险。哎呦，这个就危险了。差点就头就不见了。哎呦，被抓到了，被抓到了。有救！哇，太平了。哎呦哎呦，哎呦！
这球被抓死球了，好对，对，其实刚上一球是抓一个，对对，上一球是什么时候？请问您把眼睛张开。你玩哇，又来一颗哇，这是刚他的招牌，真的他的招牌。啊，招牌现在已经变两个了。对，哦对，就反手，反正你打到反手就危险了。对，他的反手就是一个招牌，欸、只有喷。对，对，对。他打到反手，他可以打 boss， 他可以 kill 什么，有的好多一堆。重点是你还不知道他打哪里。哦，好球。我们去热身。好，我们文林去热身哦。下一局，哇，好球，好球啊！又重新来了，截击！哇，你看，就说吧，他那个反手超恶心的。主要是我们南哥的手腕也是很强的，九五风的男人就是不一样啊！好球啊，又抓到了，可惜抓到，但还是不知道球在哪里。现在比数来到七比七，紧张的七比七。Boss。他们两个开始在做一些后场的攻防，找彼此在找机会。啊，一个 Boss 出来，哇！好球之余，哇，好球啊！果然还是俊南哥的反手 boss 启动了攻击点，又在假装，你看那么哪里痛哪里痛，对吧？等一下上去的时候还不是一样，那太会演了，真是。好球！哇，一个这个 boss 被看出来，哇，这高台有点软了，又是一个 boss。有哦，好球，可以可以，来，夸下个七了，是不是？心太软了，心太软了。好球哟、哦，哇，球出来了，可以可以可以，还有还有还有，哇，这球差太远了。连续两颗球碰到中间来，让俊伦哥长到很好的位置，打了一个让魏志宇跑很远很远的球，被控制了。很好的，哇，好球，直线。好球，哎呀！急，好球。两个又是 boss， 好球，又是 boss， 把自己搞，哇！自己以为要拉一个 safe 球，结果被俊伦哥 kill 一个反手短的 match ball 喽，俊伦哥的赛末点。哦，直球拉回来，哇，有个 boss， 好球，是说志宇可能太熟悉，竟然哇，这个终于让他出去 Casey 了。是志宇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的，竟然跟他的。反手的在反手中场位置确实比正手好太多太多。球贴啊，漂亮的直线！哇，这个 boss 漂亮！哇，又来一个哦，可以可以可以，后端那边可以喝咖啡了，不错不错。是不是？啊，人家那边喝咖啡。哎、欸，是说现在比数几比几啊？啊，短了，球，拉回正手，反手，哇，可以可以可以，把球做成 safe 球了。
啊！哇，球了！哇，又是这个 boss 可以。两个人那个 ready 真的越来越快。哦，好球啊！这球自己的重心没站稳，又想去捞这颗。又有一个赛摩点，球掉回来，好球，一个 Q， 好球。哇，现在打到11-11，比数非常的焦灼。好球，哇，有个 boss。我被看出来了，球了！哇，可惜，这球 boss 打出来就是巨人哥也看到了，蛮可惜的。但确实是自己在前面一颗球的时候，重心已经有点偏掉了。啊，好球！这个 Q 的球够深，造成巨人哥的失误。比数又来到了12-12。哎呀，我可以贴，哇，好球，高了点，好球。哇，这球 Q 球让志宇慢了点。13-12。赛末点，看俊南哥这球会不会把握好？个 boss 又被抓到，好球！哇，这个好球！其实又来到13-13，我觉得这一局打不完呢、欸。就是大家你来我往。哇，这个两球巨人哥控制得太好了，至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哦，好球，哇，救回来了啊！果然这个 ready 还是俊南哥把球控制得很好，一直在压迫的位置，导致至于一直救一直救。好，我们的一个赛末点14-13，看俊南哥会不会在这一分拿下他。哎呦，把球放慢了耶！哇，好球，可以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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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南哥觉得他挥拍的时候有去打到魏志宇，但裁判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因为志宇也觉得打到他，所以他觉得一个 glab。这两个都不想结束，哇，好球 ，boss， 然后捞起来，哇，好球，球都好低啊，球球够深，球喷出来了，好球，哇，又是一个 boss， boss 来 boss 去，死都不结束就对了，死。就两个在拖台前呢、啊，有个不错，好球被看出来，好球，就到哇！怎么觉得球场好大的感觉？好球，终于有机会，这次换志宇，换魏志宇，有来了个赛末点。哇，俊良哥刚刚好几球的赛末一直没有把握呀，现在终于换到志宇，他拿到赛末点哦。那这球会不会是志宇的 gamble 点？赛末点，哇啊，又被拉回来，比分又被拉回来，15-15。大哥，我想下班了，大哥，现在已经7点多了啊。老板，老板要下班了，老板。虽然很精彩，但我们也是要笑。哇！15-15，
60-15啦。好看这球位置，最后一颗，志宇还没有放弃哦，还在救，还在救，有个 boss 抓到了 ，kill。哎呦，有救到，有救到！啊，我们都听到你喇叭喊 ，boss 看到了，给个 super boss 哦，机会，啊，又被救回来，好球！咦、欸，终于打一个怪怪的哦，可以，是不是？人家打怪怪的，你干嘛跟他打怪怪的？你就打你的就好啦。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节奏，就是你打怪怪的，我也要打怪怪的。老板不给下班呐、啊，我等一下跟他要加班费，快疯掉了！好球、哦，终于要 Tasty 的。17-16，赛末点，志宇的赛末点，最后一颗了，哇，又得。球哇！终于，谢谢老板下班了。最后这局啊，第三局啊，由魏志宇呢拿下，经过18-16啦，打超久的啦，孩子都不知道升几个去了。